各位觀眾，呢度就係重慶啦！嗱，呢度就係萬州北站，即係高鐵站啦。OK， 前日我就喺呢個高鐵站，夜晚嚟到呢度，今日日頭啦，大家去睇下。咁咧，一陣間睇下呢度係咪航拍區，真係好可惜嘅。即係我哋喺萬州湖邊即係長江嗰邊咧，就冇得航拍啦。咁我冇辦法啦。咁咧就咁喺呢度咧，嗰日我已經講啦，呢度竟然有一個好大嘅陸地控股嘅超級大嘅樓盤喺度。咁咧好靚位置啊，高鐵站側邊嘅。咁咧，頭先我驟眼望一望，或者行過去，嗰度有個地鐵站嚟㗎。車出租，我出租車唔係地鐵站，我仲以為地鐵站添。出租車，即係呢度應該就行過去高鐵站嘅隧道嚟嘅。咁咧就咁我而家入去睇下呢個樓盤。嗱，當然，因為呢度我約唔到啊，因為原來我哋賣開嗰個肇慶嘅陸地嗰個月湖小鎮咧，係屬於香港控股、香港管理嘅。咁呢一度咧。係唔屬於喎，唔知點解。咁咧我就約唔到人俾我去拍攝。咁我照入去睇，可唔可以挨下去，可唔可以俾我拍？咁如果真係唔可以拍，就冇得拍㗎啦。嚇！咁咧就但係叫攝影師咧都數數呢度有啲乜嘢，同埋我啱啱出嚟口講翻佢有啲咩元素。都係嗰句啦，借住睇樓咧，我哋了解萬州嘅發展、未來嘅發展，同埋而家喺內地啲城市嘅發展係點樣啊？嚟到萬州又點樣？好嘛？咁咧就。睇下幾靚個廣場，攝影師我喺廣場啦。咁呢度係有埋商業街喎，慢慢。哦。總是占地2500多亩。所有都是啊。啊，這一塊全是。全是啊。對對對。对对对，那哇，对，包括下面那个那一块，对对，包括龙溪大道全是我们。太夸张了，2500多亩，相当于我们在这边天城区就打造了我们整个一个绿地的一个新城。哦。啊，然后这边是总共是2500多亩哈，400多万方。OK。啊，然后是分到3期来开发。分3期开发 ，OK。我们现在人站在这个圣王部。哦。啊，这圣王部正对着这个是北站。北站啊。啊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1期组团哈，中间这一块是2期。哦，可以，谢谢。中间这一块是2期，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3期组团， okay. 一共是分了1、2、3期啊。OK。然后我们现目前的一个项目规划，比如我们现在圣王部旁边这个是海洋馆，这个你修的海洋馆哦，哎，海洋馆，这个修的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这旁边啊，整体全部是已经完工，哦、现在是在做内部的一些设施。什么时候开？明年上半年。明年上半年 ，OK。明年上半年就会开馆 ，OK。然后后面是两栋超高层 ，OK。啊，超高层的话，这边是193米哈，也是以后万州一个最高的一个楼，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。哦。这边是163米 ，OK。啊，这边是打造一个酒店，这边写字楼 ，OK。然后圣王部旁边这块地哈，就是我们旁边这有10多万方的一个商业体。哦。啊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绿地全部自持的一个商业街。哦。啊，包含一个老街音像，也是卖一些奢侈品之类的。嗯。然后它就类似于现在一个万岛商场嘛，啊，在
万州来说的话，现在万达就是做最大的一个商业嘛，然后这个算是第二个。嗯，然后我们正对北站的这一块一期的住房呢，现在是全部卖完了。哦，对，卖完了。现在我们主要是卖的二期住房哈，这一条路的话就是从高速路下来，哦、就走天字路、哦、到周家坝。周家坝这边是万州的一个老城区，然后这边是龙溪快速路、哦，这边下去的就是北山滨江路、哦、然后往反方向走的话，就是这边是到开县。OK， 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卖的这个黑颜色这个组团，哦，啊、中间这一块。OK， 啊，这个组团的话包含了有高层、小高层和洋房，嗯，啊，三种业态，嗯，然后这块地的话，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整个项目最中心的一块地。哦， 哦， 哦，然后这条路的话是龙四路，贯穿了我们整个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。嗯，然后这块我们现在卖的这个住房，往这边走就是我们一期组团的一个购物中心，往前面走是学校，学校的话现在是目前万州最好的一个小学和中学，嗯，是一个基工林小学和一个万中、嗯、啊，就是包含那个小学和中学，现在已经在建啊、嗯，明年九月份，然后预计可以开始就是招生了，嗯，然后过这个桥，现在这个桥也是连通的。过来就是以后万州最大的一个医院啊、嗯，它是一个三峡医院，三峡医院是要搬过来的。它包含了一个康养中心和一个三峡医学院，嗯，然后这块是占地是接近有900多亩，啊，然后在旁边这块地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别墅区，然后别墅区这个有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杜立峰隧道，出去是接的我们一个长江二桥到江南新区，嗯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哈。这种项目现在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是万州卖的最好的一个楼盘，哦，全万州卖的最好的。对对对，它其主要原因有几点哈，哦，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北站正对面，它一个后期的一个增幅空间是比较大的，哦，包括它的一个出行，okay，因为这个万州北站的话，现在目前是万州，现在流动人口最大的一个地方。嗨嗨嗨。然后后面一个郑万高铁，郑万高铁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哈，哦，郑万高铁它的一个接通的话。就是相当于万州高铁是连通了整个全国的一个网络，所以阿瓦接万郑州到哎郑万高铁是哪里到哪里？就是河南的，对郑州吗？相当于它是连了郑州那一条线，然后建造啊，郑州、哦，相当于从郑州那一条线全部是连通了，哦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北站的话，它是主要是连到重庆嘛，对对，哦，主要是发重庆的动车比较多，哦，然后它郑万高铁接通过后，相当于这个万州北站它连通了整个全国网络都比较近了，哦，OK，哎，OK， 因为现在这个正在修，哦，正在修的，哎，现在已经在修，哦，就在这一块，什么时候开通？这个可能还要需要四五年的时间，四五年的时间 ，OK，然后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我们整个项目配套的话，现在目前是万州配套最齐全的，哦，就配的有那个商业啊，有学校，有医疗，嗯，然后这个板块的一个居住环境是什么样的哈，啊？这边是天子湖，现在是有的，然后这边是龙溪湖，龙溪湖的话是一个市政的一个工程，嗯，然后政府投了也是投了很多亿哈，啊，嗯，具体我都不方便说哈，啊，然后来它打造出来的就是天城区最大的一个人工生态湿地公园，哦，就是这一块，哦，因为你们现在看这个湖的话是现在看不了的 ，OK， 因为它现在是 在打造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未来到3年到4年就会天城区最大的一个人造湖 ，OK， 然后我们这个组团是左边是靠着天子湖，右边是靠着龙溪湖，哦，后面是接的我们狮子山公园 ，OK， 啊，所以说不管从它的配套还是它一个居住环境，现在目前的话就是非常好的这块地的话。这块地属不属于现在万州的新区呢？哎，这块地肯定是属于万州新区啊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是住在这个旧区，旧区我觉得它有点不好，它很靠山啊，很多东西都很。因为如果你对万州熟悉的话，你也知道，其实万州它有坡地，然后它有山地，嗯，然后在这一块地的话，基本上是平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最吸引就是一个。对你出去看的话，这块基本上是平的，哦，就是它周围这一圈是山。然后中间这一块全是平的。OK， 好，啊。然后我们这个组团门口哈，啊，就是大门口，也配了一个2万方的商业体。哦。就你出门超市买菜呀，啊，日常生活配套、吃饭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。OK。啊，这是我们大的一个沙盘。那个小的沙盘我给你讲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卖的。我大沙盘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这样看你这个在卖的，嗯，往这边方向的几栋楼，好像景观会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块能看到湖吗？
能这个可以看到，没好可以看得到哦，可以看得到。因为这边的话，这边下面是有一个坡地的，这个公路下面、哦、OK 一个坡地，它这边是高于这边幅的哦，是高于这边幅的，它直接看出来是看得到。景观是比较远，但对对对，未必看到水是吧？对，视野是非常好的，这边是没有高楼的，没有高楼，这一块是没有高楼的。OK OK、然后这边龙须湖的话打造出来也是一样的，一样哦。对对对、哦，我看看你的沙板啊，那个小沙板，好好好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我带你给你看，我带你看，我们那个小啊、小庆呢，因为很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上面公司内部的要来，不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啊，然后我跟你说的这个组团就叫公园里，啊，就是刚那个地方放大的一个位置，啊，这条路就是我刚说的叫天理路，那个老城区方向 ，OK， 这边就是快速，哎，这条是快速路 ，OK， 下去的话就是整个万州最繁华的地段，就是北山阴阳路，你们刚从这个地方上，就是七八道这样子就上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我们这个市防部这边，是要从这个上面再横着走过来。然后我们现在这条龙四路的话，就新修的这条路是贯穿了整个一期、二期。如果从这个地块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，只需要从这个位置插过来就可以。就不用往前面去绕一圈。然后这边是连通了我们医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卖的这个组团，它这边分了高层。小高层和洋房有三种业态，整个小区配套的话，现在目前也是万州配套最好的一个小区，小区里面带的幼儿园、泳池啊，各种康体设施，老年儿童的所有的康体设施都有，业态也是比较丰富的，有高层，有小高层，有洋房，然后整个组团出门哈，这边是配了一个2万方的一个商业体，这个商业体的话，现在主体线是全部完工的，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刚才从这个地方过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这个2万方的商业体？这个是修好，来，这个是我先给你看，这个我六、这个是你们六地的，就是我们拍，因为我们香港人不能过来，他们有想买房子，他就看我的片，他看到他不用过来，他。空中就把定金打过来的、到时候我跟你联系就行了。行，这边的话，你们刚刚过来的时候，应该看到这个招商中心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2万方的一个商业体，现目前的话已经是主体全部完工。路过这个地方，应该看得到这有个招商中心。OK、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卖的这一块，就是在这里面。你刚刚不是说，连铺位都可以卖吗？就是这些部分吗？铺位这一块钱基本上卖完了，这个卖完了。我们主要是卖的这个底商，就是这个社区门面，就是在这一块，我们这一块的一个住宅下面有这个门面。OK，OK。这门面。那你现在住宅卖多少钱一平？我们现在住宅的话，基本上这边是一个7300的一个均价。7300。这边是一个7500-6000的。是毛坯还是装修？清水。清水，毛坯7300是用吗？对，这个就是。这个是3梯6户，总高3梯6户 ，OK， 总高25层楼 ，OK， 然后是现在均价是在7300左右，然后这边是一个7500的一个均价，大概是比这边高层要多了3到400 ，OK， 然后它的一个梯户比是2梯4，2梯4高 ，OK， 然后这边是一个1梯2户的一个洋房 ，OK， 8层高 ，OK， 均价是在8000出头那个样子 ，OK， 什么时候交房？我们是在后年。后年票房，明年后年 ，OK， 对，两年以后。然后我们这个合府的话，现在都是房源不多哈，然后这边可能有个4-5套。这边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卖的产品最大的一个面积，是166平。166。这个166平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小高层和高层的话，普遍就是在80到100。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南北通透吗？对，南北通要到什么户型才有南北通？这个是这个是南北通了。对，这个就是纯板式的南北通。纯板式 ，OK， 好。这个是板式的 ，OK， 是南北通透的。OK， 这个的话，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去年就已经开始在卖，所以说现在房源只有几套 ，OK， 是166平的 ，OK。然后这边小高层和高层，它普遍的一个面积段就是。80到110之间，洋房的话是110到130之间 ，OK，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在卖的这个一个商业。上铺卖多少钱？上铺的话，现在价格的话还没有出来，大概是在1万到3万之间。1万3万。1万到3万。都是借铺吗？
多大的铺位大概？应该是从50平到200平。50平到200平，好，到时候有价格单通知我，好吧？对 OK， 我们也很有兴趣。行。你们有样板房吗？有样板房。要不带我去看一下啊？好，谢谢啊。嗯，好。这一套多大的？这个是106的。106的。106的，可以看一下。OK， 你介绍一下。这边就是厨房。OK。厨房的话，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厨房，好，这边是一个生活阳台。哦，生活阳台这个很大哦，送一半的面积，送一半面积 ，OK， 送一半的面积，好大哦。啊，这个是106，一百零六，啊，这边是客厅、餐厅、客厅，106，106，然后我们都是配的大阳台，哦，阳台比较大，哇，哎呦，阳台的一个尺寸是，接近7米长哈，宽1.5米。是不是重庆这边都喜欢 大阳台？我去那个开州看也是非常大的。对对 对，我们其实主要是景观阳台比较大嘛，然后其实阳台越大的话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阳台我们送一半的面积。啊，阳台这个地方是送一半的面积，比较划算。对对，这边进来就是一个三房啊，这边是卫生间。哦，几个谁有几个卫生间？两个卫生间。两个卫生间啊？这是客厅的卫生间。哇，好大哦。哎，可以哦。卫生间。你还这么大哦。可以，楼顶啊很高啊，几米啊？标准层高3米。三米。啊，这个是儿童房。哦。啊，这个是儿童房。你们这里餐台也是不算面积吗？不算面积，这个是全赠送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可以打下去的。哦。啊，打下去的过后，你把这个书桌放在那个位置，这边还可以做衣柜的。哦。啊，这个床当然可能现在看的是1.3米的，哦，你可以扩到1.5米。Okay， 因为冇坯房啊，所以咧，其实你装修时可以打咗个窗台都得嘅。然后这个是次卧。啊。次卧的话，因为阳台它比较大。哎。阳台比较大的话，次卧你可以把这里再隔断，这边独立住一个书房，啊，或者是你把这个卧室扩大都可以的。都可以啊。对对对对，因为阳台比较大哦。对，因为它是连着那个阳台，哦，把中间这个隔断嘛。哦。不过我发觉咧，重庆呢边啲楼底啊，都系起码都要3米嘅，系特别高嘅。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卧。嗯。啊，主卧的话，它是尺寸稍微大一点。啊，哇，窗台好大哦。它配的有一个卫生间。啊，你们的窗台都很宽的哦，我们广东没有那么宽，我们广东通常都那么大而已。因为这个飘窗呢，我们是送的比较多，哎，飘窗一般是60公分，但是我们这个是大飘窗，哎，我们是大飘窗，这个是已经超过80公分的一个。OK OK， 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有些孔是，有没有特别的？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铝合金的一些通风的一些。哦，通风效果 OK。好，哇，啊，好大的洗手间哦，有个卫生间，洗手间可以做埋个衣帽室嘅，有衣帽室咁大，再去入洗手间，都大靓，哇，100几啫喎，即系70几万啫喎，当然啦，自己要加装修啦，不过系噶啦，呢啲即系早期肇庆都系啦，好多楼都系冇装修，系，管理费多少钱？管理费多少钱？物管费的一块九，一块九，还好便宜哦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样板间没有开放哦。那个可能看不了哦，就只有一个样板间是吧？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是就这个户型106的高层哦 ，OK，还有一个小高层的一个样板间 ，OK， 小高层就没有开是吧？没有开，但是可以进去看一下啊，要看一下可以，随便看一下可以。反正我那么远来到，你是本地人啊？我是重庆。你是重庆啊？对。OK， 嗱，唔好成日同我讲话，就系重庆靓女，靓女睇几靓仔。重庆靓仔啊！广东话大家听得懂吗？我其实我也喜欢广东那边。系咩？我你去过哪里啊？香港我也去过，香港去过啊，哎，去旅游过。哇，你要小心啊，去香港旅游，你要那么帅。我在惠州，哦，惠州，惠州待过几年。哦，卖房啊，还是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有个亲戚在那边。哦，惠州很漂亮啊，海边啊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现在香港都很喜欢到内地来买房，便宜。
OK， 那这个随便抬一抬一下啊。因为这个小高层的样板间，我们现在是已经在卖高层了，所以说我们这边都已经现在暂时没开，但是可以看一下。OK， 好。因为我们小高层现在马上就到年底，也会再开这个复习。年底会开始 OK。对对对对。这一年的年底。对。那也很快啊。对对对。这个多大的、啊、这个？这个是107的。107。对，跟刚才那个面积差不多。哦。其实差不多啫，只不过就佢个厨房就系呢个位置，其实面积都差不多啦。个房喺呢个位置，即系唔同个积。咁呢个咧要到年尾有得埋呢个，个积喺呢边。对，它这个户型的话，跟刚才那个户型不一样的区别就是，它叫动静分区，就是。哦，动静分开，嗯。三个卧室在一边的。哦。啊，这个就是有一个客房是在这边的。哦。就是这个可能你会认定为它是客人房，也可以认定为它是老人房。嗯。它这边主卧室的年轻人呢，它是。分开的，嗯，那就没有什么影响嘛。这个房跟刚刚差不多了，洗手间也差不多。其实对，它是西方型的话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就是主卧室这边它带了一个衣帽间，主卧室这边它带了一个衣帽间。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户型哦，啊、因为它两边分开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都有优势嘛。啊就是理论上来说，这种小高层的户型要稍微好一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客房。客房的话，我们不一定是客房住。有可能是老人啊，你搞书房可以。这边就是年轻人嘛，他们两个的一个起居时间不一样，没错，也不会受什么影响。同埋我中意咧，佢嗰个衣帽间咧，对对对，阿成，我中意佢衣帽间咧呢个户型啊，个衣帽间喺呢个位咯，即系头先衣帽间就个走廊度，咁呢个好似即系独立有个衣帽间，即系吓攞衫换衫冲凉，我觉得我中意呢个多啲，一样系光刺啫，呢个就似我哋大湾区啲户型啊，大湾区户型嘅。这边我们也配的是一个大阳台，是大阳台啊，阳台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啊，对，长接近7米，宽1.5米的一个阳台。哦，呢度都真系，呢度啲露台都系大嘅，所以几样嘢，露台大，楼底高，唔知咪呢度啲人高大啲。嗯。好。啊，这边是厨房。厨房 ，OK。厨房外面都有一个生活阳台，都会送一半的面积。嗯。包括我们飘窗的话，确实是蛮大的。阳台。計一倍面積，一樣咁大啦。雙開門。雙開門。然後我們有兩個小户型，有兩個小户型，一個是86的，一個是94的。那個我們是沒有樣板間。哦，沒問題。我看我們。那個是一個有兩房，有一個三房。有兩房，三房。有個三房，那個是一個單位。哦。一個單位，這個都是雙位。我們香港過來冇便宜，肯定賣大的啦，還賣小，有搞錯？哇，謝謝你介紹得非常好。OK。因為今天晚上他有家宴的，所以我們在這邊在弄。啊，這個就是我們的海洋館。哦，呢度就海洋馆。对对对，跟上我们修的一模一样，这个是海洋馆。现在主体圈嘛，外面是完工的，现在做内部的一些调试。然后下面这个超高层就是这两栋。OK。这一片的住房呢，我们全是卖完了。全是卖完。这一块儿。啊，都能看到山哦。对对对，这个正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北站。北站啊，对，正面北站。你今天这边要做家宴。哦。不太方便，这边小心啊！你看那个就是万州北站。哦，系喎。OK。正对万州北站。那好，今天谢谢你 ，OK， 我跟你微信联系啊。OK， 好。好犀利喎，喂。哎呀，今天买有几多？有 Ironman， 有蜘蛛侠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喂，来，两岁组的小朋友注意啊，没有进入决赛的也没关系啊，到我们的领奖台领取。我要同美国队长。奖杯奖牌。我要美国队长。每个小朋友是都有的。美国队长可以跟你们拍照吗？可以跟你们拍个照吗？可以吗？进入和一起吧。在这里。一起啊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，可以到我们的领奖台的旁边领取你的。记住和是谁呢？杯奖牌还有完赛证书啊。